现在是第一份猴鼠要带回去给大洋嫂跟那个给那个大洋哥闺女的啊，要答对题才能往回带。第一个问题，《三国演义》当中桃园三结义是在谁家？谁家的桃园？A. 刘备家 ，B. 关羽家 ，C. 张飞家。刘备家。回答错误。好，扣掉一个猴鼠。回答错误。桃园结义，桃园结义的桃园是在谁的桃园里？桃园结义的桃园，管谁家？不在管谁家，就在咱们。刘备家，张飞家，张飞家，张飞家。啊，这个这一把呢，老板是故意打错的。哎，对。节目效果啊，节目效果啊，再来一个，兄弟们啊。桃园三结义，再来一个啊。男的啊，中国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山？珠穆朗玛峰。啊？对啊，山峰，山峰是吧？你说山峰山啊？对啊，这个回答正确啊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兄弟们啊，《西游记》中唐僧取经的起点是哪里 ？A. 长安 ，B. 洛阳 ，C. 开封。他们小时候看电影没看过呀？这剧本怎么没有啊？不在讲的，有吗？洛阳不在讲的，不在讲。我觉得长安、洛阳、开封，那就骗我。对，洛阳跟开封是属于比较好听一点，长安牛逼，答对了。兄弟们，回答正确了啊，可以了，两个都可以带回家了啊，可以了。再试回去，再来一个。可以了啊，又来一个。好嘞，来。那下面哪一个不属于民间的四大传说 ？A. 牛郎织女，肯定知道。B. 白蛇传。C. 女娲补天。这三个什么？真是这样。哪一个不属于民间四大传说？牛郎织女、女娲补天、白蛇传、牛郎织女、对，哪个不属于民间四大传说？看着答案读。牛郎织女，牛郎织女不属于民间传说吗？这个也属于的。女娲补天，对，女娲补天不是，这个是对了。啊、女娲补天不属于民间，不属于民间四大传说，它是属于神话啊。学到了，再打一个，好，再打一个啊，带回去。对，荷兰的欧洲的荷兰，它那个风车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？A. 发电。荷兰的风车主要作用是什么 ？A. 发电 ，B. 观光 ，C. 排水。风车，接着你的战友不打卡。风车肯定不会这么简单，一般想到风车肯定想到发电了，还要排毒啊，肯定不是。是吧？简单的排毒嘛，排毒对，发电是吗？对，观光，它也不能整个乐嘛，给别人贴在里面看嘛。对，所以我去排水，厉害，知道吗？牛排除吧，可以了，快点带回家去吧。可以了，再带一个，打上瘾，来。这个不能问啊，别，这个没有谜语在哪啊？真的啊，不是谜语对吧？对，不是谜语啊，这个是直接问题了啊。我国的国球是什么？乒乓球。厉害，这个你走都不用看，乒乓球被抢答了，兄弟们。再来一个呢，几个啊？再来一个啊！不了不了，中国最大的淡水湖，那个鄱阳湖啊啊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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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钓鱼都知道啊，兄弟们，这钓鱼还钓过鱼啊！这个是确实厉害，兄弟们啊！哎呦，都不用看，这个不过分了，再换一个来，换一个难度高一点的啊，难度稍微高点的啊，历史吧。好，老板历史怎么样？历史不是，我考个物理吧，物理。哟，考物理的吗？物理的。答案是在哪里？这没有答案吗？答案在后面，不能给你看啊。答案在后面是吧？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是谁？武则天，对不对？厉害。这个你不能太简单了。这个，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城市是哪座 ？A. 西安 ，B. 洛阳 ，C. 开封。这么厉害吗？因为我去过西安，那个城墙，人不知道吗？再来一个，这个能会吗？我先看一下啊。破釜沉舟的主人公是谁 ？A. 白起。B. 项羽。等一下啊，破釜沉舟。破釜沉舟的主人公是谁？我玩那游戏啊，白起拿个大刀的啊，对，项羽拿个大剑的，吕布拿个枪，我拿着那个。破釜沉舟。
项羽啊！你们这怎么作弟嘛？这作弟，看我天天说瞎，不算啊！我傻子不行，不算啊！不能说啊，不能说啊！我说的是雪儿，他们不是说的项羽，他们在旁边说雪儿。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是什么 ？A. 玉米 ，B. 水稻。小麦，小麦，这个厉害，这个面粉最多的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厉害，小麦啊，对，小麦，小麦，正确答案是小麦啊，怎么啊？又三国，三国中刘备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 ？A. 朝廷官员 ，B. 山林隐士 ，C. 小商小贩。他肯定，他不可能上来就干官员嘛。啊，他又排头法，又排头法啊。山林隐士，到山林里面，他肯定要先钱挣钱嘛，小商小贩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厉害，厉害，这个厉害，排头法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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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厉害，厉害，真的小商小贩，厉害，对，是小商小贩啊。其实这答题也怪有意思的啊。老板，那贩卖的是什么？这个大蛇打七寸的七寸是指哪里 ？A. 咽喉 ，B. 心脏 ，C. 头部。七寸肯定不是头部了啊，肯定不是头部了，对吧？把排除了，七寸，心脏，哎，人厉害，你这地瓜不够送他了，这地瓜不够了，是不是？为了给你走的，对对对，真非难找，这不能打那么多，我看再打一个，好，要完了，我觉得，再来一个啊，中国第一个奥运冠军是奥运冠军是谁？奥运冠军，这个上小学都上小学，刚上小学就学的，对，徐海鹏，哎呀，就不用念就知道答案了，用念了，这我知道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再来一个吗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啊！哎，下面三种哪种不属于昆虫？啊 ，A 蜘蛛 ，B 螳螂 ，C 蚂蚁。啊！你不要看答案，不能给你看答案。我看一下啊，一个蜘蛛，来，螳螂、蚂蚁，它不属于昆虫啊？对，有一种不属于昆虫，哪种？螳螂。不是蚂蚁，不是蚂蚁，还有蜘蛛啊，对。